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带大家来新加坡的 Tanjung Pagar。 OK， 我们今天从这一站要走到韩国街，然后那边有一家新开的台湾店，叫做 Logi Monster Ice Cream。然后它是台湾店，台湾人开的店，来新加坡开的店。然后它是以日本风，然后的 monster， 有点像，就是有 monster 造型的 ice cream。那我们这就带大家走吧 ，Let's go。距离开店前15分钟，现在的排队人潮给大家看一下，哇哇哇！可以开门了，像前面第一组客人已经进去了，很快就到我们是第四组。它有 Monster Waffle Set， 好多印章哦。OK， 他点餐好像有4种口味，然后你要先拿他那个卡，4种口味的卡，然后在上面有2种不同的 side dish， 然后你选择之后拿那个 side dish 的章上去盖，然后这个卡片你可以自己留着做纪念这样子。哦，下一组到我们了，很快很快哦。OK， 我先扫一下这个 safe entry 一下。OK， 换我们进去啦，哒哒哒。
哦，36.4，我量一下体温。滴滴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 side dish 有这么多种口味，有好几种，然后你可以选两种 side dish， 然后在这边有个别的印章，然后选好印章之后就盖上去，就是这样子。这边还有另外卖一些小物，很可爱哟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用餐环境，就是大概这个样子。然后现在原本可以坐大概30几组客人，然后现在 virus 期间扣掉大概4-5个人，所以一样还是可以坐20几组客人。它空间蛮大蛮干净的，然后感觉很轻松自在，然后里面有冷气哟。这是我们今天点的餐，超可爱的。哦，我们的餐来了，超可爱的 monster。OK， 这是我点的是 chocolate 跟红豆抹茶，还有 frozen berry。然后朋友点的就是抹茶，然后是 Oreo 加珍珠，哇哇哇哦！哦，我现在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，我要把他的眼睛挖起来吃掉哦！哇哇哇！他眼睛就是用那种糖霜下去做的这样一个造型，这样还蛮可爱的。嗯，啊，然后我现在呢要把我的配料倒进去，就是 frozen berry， 然后另外一个是红豆抹吉汤圆，两个都倒进去。啊，它黏住了，红豆有点黏黏的，然后就倒进去，然后这样搅拌，然后跟巧克力冰淇淋一起吃。很棒哦。OK， 我吃一口看看我朋友的抹茶口味的冰淇淋。哦，好漂亮的颜色，绿色的耶。对，这个是咸 cheese 加 Oreo， 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快点吃啊！你的表情怎么这么不好吃的感觉？咸咸的哦，让我吃吃看。OK， 我吃一口看看，顺便给大家一个特写，这是咸 cheese， 然后加 Oreo。
前 cheese 加 Oreo 就吃起来 cheese 味道比较重一点，有盖过 Oreo 的感觉。对，然后 cheese 有点咸咸的，然后搭配这种甜甜的冰淇淋，有一种冲突的感觉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它厕所前面的门帘也很可爱哦，有印着他们的 logo。然后这个是他们的餐巾纸，也很可爱，这样给大家看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